但不比往上走，穿着走线过来，可以哦。开启了自己的反击风暴，想要来跟对方对打。可以哦。打到了，这里交的闪现往下进行了撤退，穿着走线歪了。这个也太歪了吧！但是跳眼跳转回去之后，看起来反击风暴就闪现，直接晕在了墙上，还能够哦可以，再后面一个剪刀上来，直接传送。 对，这里有晕到伤害，其实还蛮高的。在旁边的话，他没有大招，没有破星斩，好像会出事哎，有闪哎，波比没闪哎，他有一个加速，脚闪现晕到，再留正一下，不是守塔，下路已经掉了，上半部的外塔，可以开启反击风暴，进去一个跳斩，在塔下可以，我的 solo 不过卡，双半波，双败，怎么在这里？士兵刺太开心，后面的话就破星斩上来，两个传送，这里会买一送一。 完蛋，军帅一下来，找到对方的一个拉扯 ，RP 想要就对一个守护者采取敲走了对方两个人，他们吃到底了，拉回去，哇，一手够空了，直接破星斩下去吗？哎，偷到了，我的天哪！那这边的战场看着流多少人，一个混沌风暴就要闪现过去，但是稍微被重压限制，努力的位置有点危险，在后方却就直接利用狂风之力硬是收下了一颗人头，他被龙坑掉，那个盾。 对，然后在后面的话，直接一个推墙，艾比斯位置非常的尴尬，破星斩只能往下走。那有三个人。收购的下方的话是没有办法限制住太多人，但这里的话能够留住人吗？这里波比直接推到了墙上，对，波比应该是没办法了。这里又被晕到，在后面给到的是瑞纳达的一个保护护盾，但依然是倒在了劝酒的底下。太慢了，哇，这已经掉了，哇，这个抠，哦，抢偷，哇，但没有偷到。 RP 的位置稍微被留住了，守护者采取敲，但是被标记给标到了，这里可能套上了瑞纳达的护盾，还是得倒下。而且一个立场直接逼了闪现，加速也开掉。那这样巴龙可能有危险哦，这样会被果断开巴龙，被留住了，运营重炮有流到，而以收购开始去限制一下对方，但是胜败被留在了最前面，再搭配上的被动一下普攻，这里胜败可能在盾结束的那一瞬间还是得倒。 点燃直接套上，再开到了下边的大招，哇，这个烟火绽放。尾鱼在临死前开出了恶意收购，但是艾比斯交出了惊人拖延时间，在侧面的话努力也是持续的在进行一个进攻混沌风暴必掉了，对方全部后排的一个位置，在一个死亡射线，先限制了胜败往前进攻的意图。军帅在前面开启了惊人但是脚下有对方努力放的立场啊，一起来遭到晕眩击杀，然后打最后的哎，好像抓到了哎，旁边的话劝酒交了闪现，直接往上面走，反正那个月影中快定到了，凯撒飞过来，后面凯撒过来一个杀手本能可以把劝酒抽掉，交了闪现上去，还有。 但是侧面的话，IC8想要保，没有办法保住。这里一起来劝酒，之后三个人都包抽。那下半部的对局，则是维克特拿下了胜利。啊，没看到啊！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连上半部都要没了。艾比斯的破星在往下面走，但是这里要连同哎，好像被他有一个 GA。
那这里有绝的话，泰山还是有机会，交通进了再拖时间，往前做一个晕眩，各种拉扯，武功卡下去，交通进了躲避了，没问题。但是一起来，关关就在旁边，还有魔吗？还有跳斩，再搭配上死亡射线，两个头万能都要拿下。哎，教授的反击风暴直接被推在了墙壁上。哎呀 ，RB 被瞬间的秒杀 ，Jimmy 走到了后面，穿身走线，开始去找对面后排的麻烦。但是这边的话，关关也是跟贾克斯已经来到了是后排去做处理，顺败被粘到，已经倒下。但是正面的话 ，Jimmy 也没办法切死劝酒，太肥了。